你谁呀？一直打我电话干嘛？您黑名单里的常客给您点了一首歌，方便听一下吗？都分手三天了还没有找我，有本事让他不要找我呀。他说一辈子或许就只有一个人能让我喜欢到极致，喜欢到歇斯底里，喜欢到可以放下一切。我当初爱你的时候是我这辈子最浪漫最勇敢也最孤注一掷的时候，可你怎么能轻易说散了呢？如果你站在我的位置，你就会知道我的感受，你就会知道我有多委屈，你就会知道我一次次的平复自己的负面情绪，真的吗？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你的时候是有多无奈。对不起，真的，也许就是我真的太过分了，我真的说的都是气话，我很爱他的，真的，我真的很爱他的。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的身影这么近，我却抱不走。没有地球，太阳还是会绕，没有理由。